们第二轮霸气，会再开一轮霸风。翡翠还有多少啊？翡翠多少？没啊，中国成交了。这轮加息，让给两家霸风来，霸风我们一百块来。下星期有风的，非常丰富哦，来一百块。下星期，这星期就有啊。翡翠几霸风两家两杯啊。这星期就有了、啊。来，要吃鲑鱼、鲫鱼的、蒜鱼、鲫鱼的啊。哦，你坐坐来坐。来，还要吃青蛙鱿鱼来。哦，几人刚来，五个人坐坐来。陈大哥，你讲的几份啊？来，几人几份？买300，来200块啊！跟青蛙鱿鱼来200块，不用五个了，全部四五个人进来，这一盘都是你们的。来，200来，个人要吃青蛙鱿鱼不？一份200块而已，几个客人买？只有一个客人，大哥买啊！啊，你全部要吃啥拢袂放呢？啊，你安怎？过来。不容易看，两包啊！就黄鱼单独啊，黄鱼单独啊。来来来，掏钱掏钱，把黄鱼给我来。今天给六嘞，给六就出摊两个包。来，今天来你两包，好，你买出一包拜托你。哎，先出双拜托你啊，你买多出一包，哎呀，来你要两包，好听，请一个人就让起来给你。来来来来来。你的甲流一样两百块，你的甲流几年你好？对，你好。来两百块，来200块，两百块。哎，峰哥，谢谢你哦。我应该的。来两百块来，进来进来。我有一两百，哎，五个人给进来，来四个人来，送给你们了，很快送过来。来两百块来。今天有冰呀，也就是冰红，也有花红，来两百块，200块，各位有吃的，吃大家要吃啊，你们都不吃啊，好了，今天来，真的我们不亏了哈，不亏了，今天没给的哈，你看辛苦啊，家里看的啊，来两百块来，最好两个人，各位有吃200块，都买到了吗？各位有吃两百都没的啊，好来，要喜欢喝冰两百，我等下量一下，来最好点来，各位有吃，都有了哈，好，谢谢来黄宇来。久等了，久等了。那么黄宇带来的不碰券，借最少哈，来得及啊，没几券，没借八块八块来，500块来，来不了你来，来差不了你来，来七分来，我不了你来，我八块来，来七分给我你来，来了。小黄，松快啊，全部出发来。黄宇500块来，最后一位，大哥你好吗？来，我八块来，出钱让给我，来七分给我你来，来吧。再来，好，我们来黄宇，我八块拢准备了呀，有准备没有？刚才小心又来困了，不要紧的哈。OK 啦、啊、哈，来400，来300花来，不错呀，可以一桌啊。你说你要一份车花鱿鱼哦？哦，应该还有。气冲冲，来的时候再买，因为我刚才没有看到你留。鱼皮鱼皮。没有看到你的留言。哦，鱼皮跟鲫鱼好。哇，还有啦，还有，左手边那边还有。这顶级鲑鱼啊，一根酱尾酱根可以买啊。谢大哥好。三个礼拜了，非常漂亮，弄中国到了。现在东西越来越贵，越来越便宜。真的啊？国际趋势哈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了。来，这地来请，现在头发还8-7%，结税哦，那是我跟你们讲哦，橘色的，所以接下来哦，你看，美元涨价，它是白色的，其实它是红色，非常的红。效益已经出来了。来，我们接下来，这两边请，刚才板娘跟我讲，来，我们看我们国语人，永康，大涨价，最重的鱼超贵的呢，进货价格大涨。来，我帮忙去尾声啦哈！因为这个东西是进口的，要付美金，等于你每一样东西要多付5%-8%的价格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喜欢什么东西，赶快来买。来，我爸过来。除非是国内自己来，只要到几礼拜来做的东西，不然如果是进口的东西会。都没有动了。来，我爸，空气凉了，来这里。来，我爸，鲑鱼中装备啊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们那么累啊。鲑鱼到数了，来，阿妹姐，鱼腿来，鱼腿卖300，鱼腿卖到200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威哥，今天有炒虾、炒虾冬粉呢，你试过买不？这已经全部归啊。哦，炒虾河粉呀。哦。我准备讲冬粉啊，喏。来，一开始我讲冬粉啊，喏。哎，河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
来，我们吃一份两百块，这一包半斤，两百就一斤，每一样你来两百来，这包给吃。对啊。双重涨价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一直在我的直播里面讲，说我是我有买美金，我有买美金，我有买美金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跟哈？我是因为我四月的时候买的，刚好两斤重的鱼品。卖你非常的便宜，来两百块。如果有买的话，你就可以来一回两百。阿叔，咱们吃一杯不？稍微抵消这个伤害了吗？两百，弟弟你别多要哦，你爱吃就该啷吃哦，你唔好耍水客了哈。来，炒虾河粉来。哦，炒虾河粉，炒虾阿叔抢啦。哦 ，XO 酱，来，打开就变变。你好，两块。好，六条条，我明讲了啊，六条条炒虾，六百多块啊，你真的让你炒多啊，那个变小了吧？来，炒虾在这边，好，可以停下哈。来，我们接下来，河粉跟那个烧酱都在这里面，炒虾在下面。本来是说，你看中期的七百来三百，红起来让给对对呢，有赚到一些，有啊，美金当然有赚到啊。来，两天中期没几千，没多少，买美金当然有赚到啊，五百块。炒虾河粉老大也给来啊，冷大鸟，好、哦、来，帝王蟹棒再次来两百块来，冷大火腿来两百块来，冷大来四只，来六只，来八只，来今年十只而已来冷大，来这个金龙虾是来这个五只来，冷大火腿来两百块来，帝王蟹棒来冷大，还有人需要的吗？赶快来冷大过来，帝王蟹棒都买到了哦，好谢谢，来。哦，阿要吃大麦克哦，来，哦，还有包阿妹，还有这个时阵，你就搞出几下来。过来，诶，鳝鱼啦，龙鳕鱼啦，看那个鱼啦，玻璃鱼啦，即摆出这高难度，阿妹，诶，鲈鱼片，鲈鱼片，大只鲈鱼片，完全无起啊，还有带皮，你可以当煮汤，可以当蒸，可以当蒸。来，要吃唔免五百，要七百，来三百五十只啊。鲈鱼片，咱来三只，三百五十。来，我们起来，外公，我们应该在喊话。沙发过来，他们说他们在喊话，完全没有出的鱼片。来，三百块有没有想出的鱼片？跟着他们的屁股后面走这样的。沙发就飞了。来，加金龙虾，加四条啊！我哩请假，但是多一片，以后绝对无可能再出来做介绍。来，四条公鸡，没五百，没四百，来三百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来，多余两百了。鲈鱼芯片啊！鲈鱼呐，我哩嚼爽快啊！到了还鲈鱼片。对啊，你来两百块，你们处理耶。来捞一笔两百。来两个人。我刚刚比较欢喜的这料子啊，来捞一笔两百。这个，我有买这个送你，我有买这个录音机店送你。我在礼拜三的时候，我有买了一箱的东西。然后寄给一个人，然后里面就有我就有买这个。来，阿公买啥嘞？来，阿咱全家都公买啥？飞机哦，阿飞机你吃呀？哦，鱼多大飞机哦？阿公买啥？来，大麦克来，这大鸡腿哦，最好吃哦，这肉小济啊，这大鸡啊，很大块。哦，这你去哦，全家同酒汤七百，来这个飞机啊。来，要吃来，这包麦克卖你四百，要吃来开三五顿，卖四百，这人味这袂香，多好吃，全家大小都适合。来，这个我们叫他们大麦克啦，啊，这做顾问做人啊，这个是李同学做啊，李同学有大麦克哦，进来哦嘿，来，这人一包，这人一包，卖三五四百，来三百块钱，两公斤哦，不是两台斤哦，这一包哦。你这气炸锅用我多吃呢。不用去麦当劳了呢，阿爸好呀，啊好，上供的呀，唔知，别讲，来，有要吃来吃，一包，免五百、七百、三百，二阿五啦，变平来，一个，大哥，感谢你的帮助，但是这二阿五吼，这速度可能是足快，我你要接受尔，讲起来二阿五无赚钱，这两三四包尔，要吃还记得两百块啊，两百块。大进来来两百了，包两百，小姐你还包哦？来大麦克两百块就不会辣，真的不会辣，这是原味的。来两百块而已，大麦克来，来两百块，快点快点，快来。
一人一包啦，我说真的，这个两包500就超便宜的啦，一包卖你200，卡靠卡卖卖卖卖卡靠卖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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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车上都会下来哦，外公，我check一刀冷巴的冷巴的来200块了冷巴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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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最后三个真的好吃是大海哦金家汤来冷巴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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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没我爸来，他300块来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真的是现刀啊，现刀啊，现刀啊！你要买什么？来三百块多，来你三百块多，来三，我管你两个妹妹多啦，看你两个多啦，来三百块多，来两个妹妹出价了，双卖双卖双卖别玩多，来回去三百块来，进来进来，来，都给啦给啦，谢谢贵哦，好啊，那个你别玩啦啊，来，阿个姐，我来进你来。我会跟你买买五百，买买700来300块了，买谁啊？给他冲这个呀，我这个一箱呀，这应该一支爱用3箱了，这个给他冲这个冲到一箱，来这五袋就爱卖你偌济，三，来要只300，来6袋哩，来7袋哩，做好只老百姓嘅，我来8袋哩，这300块，一个人要只要来9袋好无？啊不，开到10袋来300块，招钱要来，我会去里面，操，这个。妓女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来300块嘛哈，有没有买过哦？这个是市面上算第二名的啦，没有人敢说第一名的啦。哦，来300块来妓女面，来300了，哎、欸，这白手一款的，来啊，金叫白，金叫棉，我也有买这个，300块，我也有买这个送人。来，最后三位了，各位妓女面，各位上门欢迎，龙欢迎啊！来，好，谢谢，阿伯讲，我不给好。来三五百块哦，三五百块哦，你看这个哦。来，我不给来，杀价，为什么？一人一次，没办法，我不给，讲400拿过来，300块，300块谁要吃？我不给。加热最好吃的，一人一次，200给我来，很棒。200块，谁来？对，200，不要考虑，快点，快点。好，帮这一个，好，我帮你拿，哇，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都不要拿。哎呀，一包啊！注意啊，那你们是一起的嘛，跟大哥嘛，好不好？大哥，你身体不错，来，来，没踩你脸来。我刚刚说什么？我是说你们是一起来的嘛，一起来的，一起。对，真熊啊！好了，兄弟，高兴起来。大家好，我的话哈，不要听太清楚。来，拭目以待。是不是有超好吃的哦，一只是不是只有两罐，那是鲫鱼不是鱼肚，再加两两条，做好起来来，我去我爸先上场的，先优待给你，一包不用200块来，这没吃，没赔，但后面吃的200块我都三百一两，哦，啊这东西啊，这是不是有，非常好吃，真的没有吃没有骨没有皮的，全便你煮，随便好吃，200块两下。这农村是我了，那包两箱，每一包七千八，来七八块完了，100块来，这个我没有卖100的，你们赶快啊、哦，来一人100。这个我也有买，喜欢这个我也有买，没关系，来，这木鱼柳我也有买，你们就知道了吧？来，蒜鱼每一千，来高发面，你来一号，先买下花几千的，来我爸喝完了，蒜鱼来500块来鳕鱼，非常的漂亮哦，像蒜鱼哦，来我爸过来两条，你来。来两袋三袋，你敢买呀？来五百，前面算你500块，你金杯啦！现在的海鲜没有，现在鱼没有像你们想的那么便宜了啦，什么都在涨哎、欸！我嘛是刚刚也热嘞，就是续涨哎、欸！记得哦，赶快500块，前面算你500块，4片啊！东北叮当哦，
啊，我今日要送你，那么一个月都来五百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来五百好了，算你，好来多少来？因为就是帮一个朋友，帮一个朋友，然后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东西。来啦，我地拢我哩切落哩切啦，算你比较水啊！来五百块了，五片，不是三片，四片五百，是五片五百啊！各位不要睡着啦，真的很漂亮很厚啊，就算你叫报告了。来，我爸块，最好姐来算你。五百块都买到了哦，帅你，我来看家里来。哦，阿哥在讲牛二两鸡的台来，喝完有一圈了。来，再给我一个。开包几公斤？一包几公斤？来，我在家里一个人没过吧？我今天晚上没过吧？你问你个三个月啦？希望就，当然了，希望你看我大哥啊。现在还没有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能包你，我爸包你啊。专攻妹妹三百，两百妹六百妹五百妹开四百，来三百块有一千，专攻中科哦，没考最中间的中科哦，来我们接下来妹五百妹四百，来三百块九铁妹来，三百块来，有一科我来妹接话，有一千，中冠有一千，好有一年哦，有一千妹三百块，快收回收回来，三个人给的，两公斤哦，不是两台斤哦，是两公斤哦。绝对差三分，绝对错，绝对珠海三百拢做好只，两公斤你去准备五百，准备一百三百，来两百块完了，两百块给你去包的钱的，中段有一圈来，两百块就好了，两百喉咙嘛哈，有一圈，两百出来，谢谢，哦，来，哦，你给我盖上来，反正我拿花回来，不到不带，台北买不到吗？买得到吧？好啦，阿婆来吃鱼啊，好啦。然后过年买不到啦，怎么买不到？啊，你们规盘啊，老公啊，规盘我是赶快放规盘啊，你们。来，爱吃海蛎来，有大只不？今天真的超大只的。超大只的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黄瓜，黄瓜，黄瓜，来。没人，爱黄瓜，爱黄瓜，爱黄瓜，砍两条，你不会选的。来，我们再来给票啊。你今日喺油矿嗰度几把话？来五个人计俾一盘，一人免开五百，开四百，真正大家拢免几盘。我讲你小家庭，买几多几盘？一人开四百、三百咧，五个人计了，一人开两百块啊！海蛎来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一个，那长大了哦，你看在赛事哦。哦，来两百块来，你是我哪有较好的物件，我买起来啦。哦，赶紧啊，赶快两百块来海蛎。免我呀，一样四个客人出来，两百块来，最后两位了，台北能带过来，要十万，有排骨了，这几箱这几罐没分新鲜浪费呢，来能带好最后两个人给台北，来两百块出来啊，这样大钱你那边能分啊，不你们吃不饱啊，来啦来啦，去你去，来十八号十八号，来牛二两鸡腿排能带，那铁路出牌啊，也有大片的啊，出牌啊。来冷大红，礼拜五的图层啊，这个没有骨头，礼拜五的图层就买得到了。是牛二两口味的，东北姑娘非常好吃。来冷鸡二双汤的，来三鸡来四鸡，对，这是鸡腿，对，来五，来冷鸡，鸡腿排，我们连鸡腿排都有卖。来冷鸡来八鸡哦，你来，来九只来十只给你，赶快花莲哦，没有这种口味的牛二两，这么便宜的，赶快买啦。哦，来冷巴过来，哦，带回去花莲卖多划算，开餐厅，来冷巴，哦，哎，对，开早餐店，开店，来冷巴过来，你如果开店哦，我去给你哦剪彩，我扮狮子，好不好？扮狮子，啊，后面那个两个扮神童，我们接下来，不是扮神经病，是神童，好不好？来牛二两鸡的来，来冷巴过来，最好剪两个，十只哦，一只要四十块哦。十只卖你两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用煎的，用汤的，用汤的就会再来冷爆红。大哥，你要不要来份？试试看，下次在红花店来，就知道来就来找我。每个礼拜六日才会来，哦，没有每天都在这里哦。来，刚才有一位客人那么大片，有，因为我们花店哦太远了，今天就有了。他们有一点打针，今天早上东京市场就有了。不去休息啊。所以很多今天早上东京市场就有那么大片来，不用三百了，有一圈一包就两百多块了。来，冷爆货完了，两百块。东京市场大的超大片。来，再送一包来，来冷爆货来，有一圈来两百块，赶快，两包哦，两包哦，不是一包两百哦，是两包给你两百块来。
来有一圈干掉没哈？来，你可能话哈，我来，谢谢，啊，这收一下嘞，来铁路猪排来，来铁路猪排好了，来，你们开300来，200块啊，这200块来铁路猪排，这多少？这几百，这是猪排，哦，来，这个时候是我们那坐火车吃的那个铁路便当的那个在大猪排啦，来我给你来，来给你来，来七点，来八片，来九片。来十片都给你，来200块来，铁路猪排冷半红，来，威力哥的铁牛啊，来铁路猪排冷半红来，200块，小猪排，给。